楼一楼变软。听得懂中文吗？听不懂，没关系，他会看，他会看。我的第二母语是日文，我没办法跟他讲。你看，又是这不是日本。小指头比较小。好了没？剧场礼拜一，所有志工做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拿出来义卖，哦，我们就是买起来送给老师。谢谢，谢谢。妈在那里吗？妈在那里。哇！可以做羊羹。哦。果酱还是寿司类，我都可以变羊羹，还是变成豆沙加味。比如说这个白豆沙加热就变凤梨馅嘛，对，这样。谢谢，我会再利用。老师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进你的手写。老师这边还有。我们家的葡萄要给你吗？哦。可是有点重。